你不会真的赢破镜的创业吧？这是我自己的事。抱歉，范云溪向我宣誓主权，这就不光是你的事。雪晴，这么勉强自己有劲吗？你到底在胡说什么？悠悠，悠悠，你进去，别被误会。 干什么？你疯了！也许吧，可能我是真的疯了。本来我可以冷眼旁观的，但我现在不想了。你继续做一个旁观者不好吗？他如果真的信任你的话，你根本不用这么躲躲藏藏，不觉得很可笑吗？悠悠，悠悠。 刘墉。